你叫什么来？好面的。好面的给你看。奶奶切肉给你煮面吃喽，吃不吃？来亲一个。哥哥嘞？哥哥上学去了。这个是什么？阿婆嘛。咬你喽！咬这边脸，咬这边脸。你小打不过我的奥特曼，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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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恰恰恰恰恰恰。奶奶做的面面好不好吃？好吃。爸爸做的好吃还是奶奶做的好吃？爸爸做的好吃，奶奶做的也好吃啊。你是两个人都不得罪啊。你要吃是吧？还是稍微有点渴。吃面面啊！吃完面面，爸爸带你去做吃吃喽。那你快点吃面面。对的，好乖。要吃红棒棒糖。刚刚安全把萱萱送到了学校，然后也把贝贝叫起来。吃了个早餐，现在他跟着我妈在玩，我要开始忙今天的工作了。昨天朋友们在视频底下的评论我全部都看完了，因为我每一个视频大家在底下的评论跟留言我都会一条一条认真的去看。很多朋友说我对萱萱的教育有点严厉，我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吧。我从小家里就很穷，我记得我家那时候唯一的一台电器就是一台钻石牌的那个电风扇，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至于生活这一块，我从小就是吃咸菜长大的，然后那时候身上稍微有几毛钱零花钱的时候，我都会拿着去买一碗米粉吃，因为很少有零花钱嘛，所以每次买一碗米粉我都是分几顿来吃完的，舍不得吃。也因为家里条件的原因，然后那时候我爸我妈常年都在外面打工，我也基本上都是我爷爷奶奶在带，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我妈可能就觉得因为她很少带我，所以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吧，很多事情就对我百依百顺，然后也就导致了我养成了那种有点任性的性格。虽然说我从小就要做很多事，我从6岁开始就自己洗自己的衣服，我的衣服就没要我父母再管过了，然后有时候我还会帮我爸我妈洗一点衣服。然后那时候读初中的时候，边上学还要边喂猪，早上5点多起来煮好猪食，然后下午放学回来就开始喂猪。虽然苦吃了不少吧，但是我的性格却养成了有点不听话的那种。虽然说这些年我已经改了很多了，但是我不希望萱萱跟我一样走我的老路，所以我不想对她太溺爱了。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让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提醒他能让他更加懂事一点。因为不管是在学校跟同学玩也好，还是在家里跟他妹妹玩，或者跟邻居的小孩子玩也好，都希望他能注意一点，不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情。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农村这边有一句骂不听话的小孩的话，就是有娘养没娘教。说真的，我打心底不希望他被别人这样去说，因为如果哪一天他做错了事被别人这样说，肯定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情愿现在我自己来当这个罪人。我也不希望以后听到别人那样去说他，也许等他长大以后自己接触了这个社会，
再回首看我现在拍的有关于他和他妹妹的这些视频，他自己也会明白我现在为什么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了吧。好了朋友们，今天我说的又有点多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跟个小老头一样喜欢唠叨，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他跟他妹妹能好好的吧。说心里话，我苦一点累一点没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比我苦比我累的人还大有人在，我只是不希望以后他和他妹妹出任何事情，也不希望他们两个步我的后尘。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